是不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都永远换不回星儿和郎才了。哎，方掌柜。哦，郡主。这么早关门啊？哦，小凤姑娘，今天酒楼啊被人给包了，我们呀不营业了。 夔州城这个小地方还有出手这么阔绰的贵客呢，要不然我们改日再来吧。郡主，方掌柜，通融通融，郡主就是想看一眼皮影戏的台子，成吗？啊，郡主当然可以通融，郡主里边请。多谢方掌柜，我们也不会停留太久，您忙您的，不用招呼我。哎，好。小凤，你在外头等着。 狼兽山。 是不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都永远换不回星儿和郎才了。
有注意力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也给我一个目的地。没见你我是谁，你拿走我的在乎，我的所有注意力。没有你的我是谁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。住手，马英回来。城主归城，众人闪开！城主归城，众人闪开！伙计，该准备晚膳了。掌柜，刚才是谁在里面找戏？啊，是我闺女儿，红儿。红儿，哎，爹，红儿，你是红儿。刚刚是你在后面玩吗？红儿，告诉客官，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小狼和星儿的故事啊？对。多年前的一场大火，把它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孩子们都笑话他，不过从小他就深爱着小狼和星儿的故事。他一直都说，小狼都能找到星儿做朋友，总有一天，他也会找到真的朋友。爹，他们都说红儿是怪物。他们胡说。红儿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像小狼一样，能找到个真的喜欢你的人。真为你闺女好，就告诉他们，不要相信这个故事。人心难测，任谁跟你闺女亲近，终将会背弃于她，最终令她痛不欲生。若你不想被人鄙视，就逼自己强大，立于世人之上，这才是生存之道。